秀林乡举办111年度秀林乡回乡之意泰鲁阁族传统地支机具制作培训，为期3个月的课程，持续推展地方特色工艺，增进多元产业创新发展。邀请到秀林乡景美村咪咪雕刻同万工作室的邱金景老师，亲自教授用凿刀及机具一刀一刀挖深制作织布箱等完整的过程。泰鲁阁族织女面对山林溪谷，展现出细腻精巧的生活智慧。织布是泰鲁阁族女子品德追求的终身归宿，务工则是泰鲁阁族织女进行一生的重要器具。为了找回这份珍贵的族群记忆，吸引多位对织布机有兴趣的学员参与，亲自制作一台属于自己的织布机，期盼能为秀林乡体验木雕工艺之美。附赠泰鲁阁族传统地上型织布机，为期3个月培训时间，同时也扮演了结训典礼。代表乡长，还有我们所有文化课同仁哈，也就是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你们今天这9位学员可以如期结训哈。我知道很辛苦哈，从疫情还没有爆发以来，你们前面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踊跃又开心哈。可是后续陆续就发生了一些陆续确诊的人都开始出来了哈，那可能会有影响你们一些课程的时间嘛，一些中断。那大家看到成果了，大家应该觉得很欣慰哈。虽然今年我们第一次办哈这样子的课程，那文观课的立场是认为是说，我不用补助的方式给你，我用培训的课程的方式来提升你们的技术。那除了可以也提升我们在地的工艺家哈，他可以继续支持他这份他在推动文化的工作，不管是木雕也好，藤编也好，那工所的立场都是以这种那个方向去做出发哈。那也希望各位学员能够以后多多支持工所的任何一个文化技术的工作。那不仅仅是这样文化的工艺啦，其实我们在很多文化教育、文化保存的工作，那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这位乡长回馈表示，以前老人家只有双手以及传统工具制作织布箱，然而现代机具进步，学员们使用机具制作属于自己的织布机，过程中学员们辛苦流下了汗水，也化成祖先的祝福，将自己亲手所做的织布机，期盼学员们能够持续织布技巧的运用，将制作泰鲁阁族传统织布机技术留在部落，永于部落，并培养更多的部落工艺师，期盼秀林乡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能够投入更多的推进力。记者邱永义求讲报道。